Hello 各位，欢迎翻到嚟 Pokemon 嘅七一六宝石版本啊！咁应该今集就可以打赢天王啊！我相信呢一队嘢，咁但系暂时嚟讲都未知啊，因为上一集就讲到打完呢个龙系就即系第四个嘅天王之后就输咗啦。咁我哋而家可以开始试下啦。OK， 咁第一隻呢，咁而家暂时嚟讲，我而家呢队差唔多接近50呢一个平均数，我谂系嘛？47、48、49，应该50啦，那个平均值，咁应该打得赢噶啦，我相信。好，呢个马骝啦，完全唔惊啦，可以话系。哇 ，miss 咗。OK， 只要出到招降技就 OK 啦，呢个嘅鼠羊怪，咁就系呢个头筋混混，咁就系皮皮啦。OK， 月亮攻击。之后司令咁我哋攞巨金怪啦。其实我想佢 mega 进化，但系我系攞唔到石嘅，暂时嚟讲。曼格赖，咁佢攞个石咧要喺大唔到，咁我唔知系咪要打完天王先可以攞到嗰个石。我不断系咁用呢招殴啦，殴佢啦。佢会唔会快过咧？我都唔知系咪会快过，其实应该会快过啊。系啊，快过我，应该缓重呢度。呢个八音波啦，得啦，60咧，暂时应该都唔算有问题住嘅而家，不过点都系要重新嘅呢度，之后重新呢回血呢只，咁呢度就系鬼系，咁我就要带八音八呢个八音怪出嚟啦。OK， 呢一度要咬碎，好61啦，已经紧鬼。咁紧鬼就比较麻烦少少嘅，因为佢系有同命，同埋佢嘅速度系快过晒所有嘅精灵啦。咁所以我哋要用其他变化技嚟打赢佢。奇光线系啦，佢会出同命嘅呢招。非常之麻烦，同命好，喂呀，转重先，我哋转做把咁怪，佢会唔会同命呢度？哇，泥浆波 ，OK， 唔惊啦，咁就之后就系剑鬼啊，咁我哋用地震啦，呢度直接 ，OK， 转形态。咁我用夜黑魔人打落去 ，OK， 水晶灯火力，等谂下先，咁应该系用地震嘅，好，咁我系直接用大地之力啦，喂，用错技添，唔紧要啊，都打得到佢个替身嘅大地之力，其实唔可以用电磁波，因为佢系快过用替身嘅，咁所以咧用电磁波系会无效嘅，变咗。咁一路用大地之力就 OK 啦。好，夜黑魔人就系比较麻烦少少啦。睇先，夜黑魔人我哋要用皮皮打啦，冇限能量。OK， 月亮攻击 OK 嘅，因为佢打我唔入，用呢只嘅皮皮打。咁之后到呢、這个。呢、这个嘅欧云眼，咁我用齿轮啦。交换齿轮呢招咧就系加攻击嘅用嚟，加攻击同埋速度，咁啊直接开技打佢啦。应该用到下就玩完噶。好，其实几犀利喎呢个齿轮都，其实唔差嘅，不过差就差在，点讲咧？应该系血量方面啊。我都唔知点讲，其实可能过关 OK， 但系可能派到上打对战应该唔得嘅呢只。OK， 咁我哋回翻呢只先啦。我发现我好似唔够药食喎，而家得翻两支呢度，然后系啊，得翻两支药，依仲有呢支喎，啊俾埋八五卦啦。
住好商量都俾埋皮皮啦。咁呢一度呢就用齿轮啦，嚟有。因为冰系呢用钢系好有优势。咁我哋开一下呢个嘅交换齿轮。咁如果佢打唔中，正常嚟讲呢佢用地面技，因为呢隻都有地面技。咁佢打唔中咪开多一下啦，真係。佢用冰级。冰级呢一招呢嗰、那个特别之处呢就係必定爆击嘅。係冰系技能啦。OK。迷信遮。正常嚟讲都有吓死㗎啦，正常用呢一招技。因为开咗两下嘅攻击㗎嘛。冰鬼狐。Mega 进化嘅呢只系冰粒 ，OK， 系咪应该秒晒啊？呢度疯狂复读交换齿轮，咁净系呢招用得啦，因为呢招系攻击技，同埋呢个放电咧就唔系攻击技嘅，系得呢两招系攻击技啫。金属音应该系减两下嘅特防，咁我哋唔需要啦，因为开得嚟可能呢只齿轮已经玩完咁滞，好。疯狂复达啦！哎呀，守护炸死啊 ！OK， 都扣几多、啊？我唔应该用呢招啊。不过嗰招咧就100命中嘅，呢招85都比较危机。85嗰招 ，OK。咁我哋而家就嚟到龙嗰个天王，睇先有冇啲人回血噶？10HP 有十粒，唉，都要食噶啦呢啲，我冇晒药，唔够钱买。咁呢个嘅龙咧，龙道馆咧就要带皮皮出嚟啦，一嚟就。咁如果冇记错，第一只好似系三头龙系嘛？好嚟啦，三头龙嚟讲，我系咧咁啊，直接用妖精应该一下打死噶啦。咁我哋唔好住。系啦，会用龙，佢系咁用龙技打嗰只妖精嘅，呢一方面要改一改啦。咁其实开六下都冇乜问题啦。有皮皮真系好彩，其实可以咁讲。哇，大紫烧居然谂起嗰下先嚟转，双头虎龙龙帽。其实呢只双头虎龙开双虎战龙，开呢个嘅，哇，有毒技喎。开呢个龙帽都其实几危机，因为佢嘅防御都比较低。我呢隻嘢好似唔怕呢个嘅妖精技，同埋有毒技添啊！呢隻好似好，照用先啦，唔好理啦，扣得几多得几多。哇哇哇！死啦，月光泥浆波死埋。咁我哋用八五怪啦，八蚊波，佢冇回血喎，居然好出奇地冇回血，召用八五怪喺度，清除唔知咩技，头先嗰招神通力，黐龙王，咁系水龙，咁一定要龙系或者系妖精系。咁水技嘅话咧，呢一隻唔出得啦，齿轮怪都唔得，咁啊爆音怪咧直接都系天龙流星呢只系龙嚟，哎呀，有搞错啊！走一走先喺呢度，转巨金怪，哇好在啫，超能力，超能力啦，哇痛到黐孖筋，煲荣源嚟啦！波荣源，我哋直接用大切不备先。电磁波呢、這个会用 mega 进化啦，系有地震。啊，谂下先，夜黑魔人，夜黑魔人啦，奇异光线，乜搞错啊？嗰招唔系普通技打到我咩？佢系咪有个咩特性？我又唔记得咗。点算好啊？呢度？系呢隻打唔到，呢隻太劲。齿轮爆音怪齿轮啦，疯狂复突，喺龙舞开，但冇我都打唔入去，写身攻击，
都玩完噶呢度，子弹拳。其实应该用子弹拳打佢都啱。好啦，玩完啦。那个动画有问题，变咗系佢死嗰、那个，因为入去就中踩咗呢个嘅钉，咁所以就即刻死嘅。好啦，咁我去到第三个道馆再翻嚟啦，同埋顺便买啲药先。冇晒药，打到买多支啦，系啦。我翻到嚟呢个龙嘅天王，第四个嘅天王。咁佢都係用皮皮啦，咁我將佢改咗少少技嘅，咁即係加招冥想俾佢啦。而家就係两三招变化技，再加招嘅攻击嘅。咁我就諗住呢一次个推到嗰个嘅攻击呢係差唔多最高级，然后再打低佢。OK。咁希望搞掂啦，利用佢呢一个嘅你可以讲话係筆啦，其实我觉得係。咁但係可能我唔用可能赢唔到，我觉得。係一定要好高呢囉，同埋要。而家开咗两下呢、這个，咁咪开多下冥想啦，开多下啦。OK， 五等嘅攻击，五等嘅特攻啊！而家好，咁正常嚟讲一下都玩完噶啦佢，同埋亦都未必一下可以打得赢我呢一度，系睇下只最尾暴荣员会点样打死我嘅呢个嘅皮皮。哇，喺呢只都打唔死喎。OK， 搞掂啊！三个精灵照秒嘅喺度清除，好，我唔知佢招清除嗰招系咩技，因为嗰个动画咧系即系佢自己整噶嘛。OK， 秒啊！我开龙舞，佢知道打唔入我，搞掂你啦！好，而家去到冠军，可能好卑鄙啊！头先嗰下利用佢游戏入面嘅一啲。错误 ，OK， 咁我哋而家嚟到最后啦，最后嘅话就一定要睇一睇啦。咁首先我哋而家有个两招变化技嘅皮皮，四招攻击力嘅四招攻击技嘅白暗怪，咁呢个电磁波啦，呢一个都系有招变化技嘅，有招加攻击嘅技，三招嘅变化技，四招攻击技呢度 ，OK。咁我哋不如一开头就把暗怪入场先啦，都係好 ，OK， 米可利，咁应该剧情上冇变㗎啦，咁之后全部对白都一样嘅 ，OK， 牛蛙君一嚟就，咁牛蛙君嘅话你直接用神通把暗波 ，OK 一半，哇哇哇，打佢，哇争啲争啲，我都争啲死喎，咬佢，咬佢，唔得咬唔入完全，喂唔好死啊！都死埋。咁如果佢系水技，咁大刺不避就出唔到啦。咁啊，齿轮怪咯，一系。咁我哋试下加下呢个交换齿，交换齿轮睇下点先。热水佢照够用。咁我哋都唔可以再开多下，再开多下就有啲危机，咁啊直接封喉唔得啦。煲呢个鲤鱼龙啊，咁都系直接用封喉唔得啦，应该死啊。哦，搞掂，得翻十八血。巨沼怪就系怕草系喎，净系我冇草技，哦，直接用齿轮飞盘，哦 ，mega 进化，我乜都冇啊呢度。急冻拳，咁其实我都听讲过呢个 mega 进化咧系有少少会有啲问题，有啲图片会显示唔到出嚟啦。咁如果水技、冰技嘅话，咁我哋要出嘅应该系巨金怪，系嘛？但五十八咧都比较麻烦啦，我识地震喎，系我都唔记得咗添，咁咪皮皮啦唯有，冇可能啊，都唔得，实在太劲呢只 mega 进化，夜黑冇人啦，第二光线 ，OK， 然后鬼火，哇好劲喎呢个点打啊，大地之力。唔得，死埋，好难打呢一个，实在最尾嗰个我完全打唔入，冇草技，我睇下冇草技先，冇草技系啦，同埋我都唔知边度有得买呢啲招式机啊，除咗汁同埋喺呢个超市度买之外，其余都系冇办法买嘅。咁我而家队伍就系呢一堆啦，咁如果要打赢巨沼怪嘅话，我谂要。系得爆音怪可能打得赢嘅就话应该，
或者巨金怪啦，但系巨金怪又系怕地震啊嘛，冇办法啦。我呢度三隻都怕地震。我翻到嚟最后一个嘅天王即系冠军啊，咁今次我哋就要，咁我就会用呢个皮皮啦，咁啊配合头先无限能量同埋冥想去打赢嘅，就好似头先打龙咁，咁希望顶得顺呢个牛蛙君嘅攻击啦。咁正常嚟讲应该 OK 嘅，好无限能量都打咗差唔多一半啦，佢招技。咁我哋不断回血，不断加防，推到个防御最高啦。回血啦，唔好搏啦。我怕他一下可以射死我在这里。继续加加加。之后冥想啦加。好。其实这个变化技真的挺屈技，用来过关其实是一流的。记得之前我在黑白道呢是非常之急过关的，所以我是直接用这个剑双斧剑龙，就直接用这个剑舞，是啦，剑舞直接打过去。哇哇哇，死啦死啦。一挂住讲嘢俾你打到咁嘅样，哇咁都唔死你，就用呢个剑舞咧系咁开龙爪过嘅，就非常之劲啦。其实射死佢 ，OK OK， 黐龙王 OK， 基本上用嗰个双斧剑龙其实都几劲，佢再加埋剑舞嗰个攻击力咧，应该系非常之高嘅。OK， 清咗个能力值佢噶，咁我再开无限能量，哇唔得啦已经。佢直接清咗成个变化技，都其实都几有用嘅，招清武。佢而家落埋雨，咁我其实都几危机啊！咁我哋拎只特防高嘅出嚟啦。呢只特防高，但系怕水冇用嘅，齿轮怪都系，白骨怪应该都危机噶啦。其实我应该揾只学保护，我唔记得咗学翻添之前。带咩好呢？我哋夜黑魔人，夜黑魔人就板怪啦，板怪啦，而家仲落紧雨，板波扣得一半到，咁佢而家就打我打一半。如果佢打我打一半咁停咗雨嘅话，咁真系话佢会打我差唔多死，咁我可能。可以搏一搏嘅，好啦，得搞掂，争一下，喷到佢啦，佢会唔会回血咧？佢应该会回血啦，话系啦，回血嘅，咁咪喷多一下先啦。咁佢呢度一定用水技啦，话，咁我哋转做咩好啊？巨金怪好定系黐轮怪好？睇睇先，得防。齿轮怪啦 ，OK， 急冻光线啊，非常好啊，放电，麻痹，唔中，好啦，英勇战死，夜魔人，耳光线喺呢度，哇，有冇搞错？一嚟就爆击，诅咒啦，直接，唉，咁都打得中啊。佢可唔可以晕晕？咁你都中 ？OK。咁佢而家就系有呢个麻痹嘅放电啦，呢度冇办法解埋个混乱，完全唔识晕嘅嗰只嘢。咁我哋而家可以快过去嘅。咁但系够唔够攻打佢咧，就是、一个问题啦。168、150。巨金怪咧系，巨金怪用超能力打佢，未死，好在惊啫真系，但系佢会唔会回血咧？你估会嘅系，救命啊！我而家仲要唔够佢快添，打到佢红血，唉好啊，李如龙，咁大镬啦，我都冇电技。咁佢会用地震啦，头先见识过啊，李如龙。咁我用板怪啦，试下。大家就系李如龙，佢仲扣咗攻击，咁但系唔紧要，我哋用板波。哦，玩完了，玩完了，好难玩啊！救命啊！
点样过啊？呢关最尾个关究竟要？我已经学翻招守护先。最衰冇劇毒啊！如果有劇毒啊，你可以玩下劇毒啊。光墙其实呢啲技而家暂时嚟讲咧，对于我打天王嚟讲都冇咩作用。暂时嚟讲啊，咁可能我睇下有冇啲咩嘢买啦，有啲咩技可以买。如果唔系真系要靠 level 压过去嘅。好啦，咁今集时间虽然都系打唔赢呢个冠军啦，咁至少可以打得赢呢个龙套冠。你系龙天王嘅，虽然系有啲卑鄙啊呢个技，用呢个技术去打都唔算技术嘅，只系一啲你可以话系屈笔啦。其实嚟讲，因为呢个721版本咧就未改到龙唔打妖精嘅，就系系咁用龙技打妖精。咁我相信呢个作者应该都未谂到呢一样嘢啦，系啦。好，我哋下集翻嚟再见啦。